钱不钱的问题，你知道不知道？你到底你这个店开了多久？有没有基本的诚信呢？怎么回事？我把啤酒给人写错了，多写了两瓶啤酒。你猪脑子啊！你是真写错、故意写错，还是不故意写错？不是。那老，你告诉我，先前你有没有多算？小胖子问你呢。2016年，央视为岳云鹏再现了当年的啤酒门事件。视频中，乐嘉扮演的顾客连连刁难，把岳云鹏骂得狗血淋头。而起因正是因为当年他在庚午大食堂做服务员时，错把包三的单子写成了包五，导致多算了6块钱。眼瞅着客人骂了足足3个小时，一旁的大堂经理沙溢走了过来，他四处打圆场，提出愿意给大哥打5折、打3折，甚至是这顿饭白送了。可谁料大哥一听反倒火了：“小胖子先生，今天我们全给免了，行不行？”啊，你是不是觉得你们经理给我免了这顿单，你觉得很委屈是吧？我这是差你那顿饭吗？今儿不给我解释，我拆了你饭馆。看着对方如此的不依不饶，初出茅庐的岳云鹏傻眼了，他不停的道歉，眼泪都快下来了。只可惜这都是节目组美化的。我给你免单352块钱，我掏了，就为了那几块钱的啤酒。6块钱两瓶啤酒6块钱，就是两瓶啤酒6块钱。他不买这个单，300多块钱，我说无所谓，到最后一直侮辱我，各种侮辱我，就说的话特别难听，得有3个多小时。后来这个人还能请到吗？这是个人才啊！当年客人刚被送走，经理就喊来所有员工开会，用手指着小月月的鼻子说：“你给我滚蛋，马上滚！”下一秒，重重的把手里的茶杯摔成了粉末。那一刻，小月月人都傻了，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北京这么大，为何就容不下他呢？就在其收拾包袱打算离开时，一个女人站了出来，她叫徐红，因为不忍这个胖弟弟受苦，便领着她四处找工作。可小月月有些灰心丧气了，某次她甚至当着徐红的面叹气道：“姐，我可能要回老家了。”“你要振作啊，弟弟，工作没了还能再找，姐信你一定行。”最后在徐红的劝阻下，岳云鹏留在了北京。再后来有幸遇到了郭德纲，时至今日两人已经13年没见过了。因为当年资讯不发达，小月月甚至连徐红的具体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写，只记得这位姐姐耐心善良，在最艰难的时候伸手拉了自己一把。为了找到这位恩人，节目组请来了嘉宾侦探组，经过多方走访，撒贝宁他们终于得知，当年徐红和小月月共同就职于庚午大食堂，在一位厨师长那里得到了徐红老公的手机号码。那个员工是2002年的时候在庚午大食堂上班，名字叫徐红。徐红，哎呦，那太好了。那您知道后来他去哪儿了吗？我认识他老公。您认识他老公啊？那太好了。那您能告诉我一个能联系上他本人或者他老公的电话吗？但由于年代太久远了，号码一度废弃。就在众人心灰意冷之际，小月月安慰道：“感谢大家帮我，我也知道这是大海里捞针，实在找不到也没办法。”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眼里还是渗出了遗憾。这绝对是岳云鹏哭得最狠的一次。面对当年的恩人，他激动得语无伦次。就在所有人都因为找不到当年的热心姐姐而垂头丧气时，岂料这是节目组释放的烟雾弹而已。姐，姐。伴随着音乐响起，一个中年打扮的女人出现在镜头前，她刚一露面，台上的岳云鹏便震彻心扉地吼道：“徐红！”下一秒，两人紧紧相拥，亲如姐弟。为了感谢这位当年的恩人，小月月提出愿意给予对方各种物质报酬，不料徐红却心平气和道：“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说。”没难处，姐姐没难处，一定要跟我说。姐姐没难处，一切都挺好的。那副心肠一如13年前，善良质朴。在被问及是否还记得当年的一话之恩时，徐红平淡道：“太久了，记不得了，只知道小胖当年遇到了点难事儿，我就随手伸了一把。”得知自己的爱人不贪图富贵，小月月连忙给他寄去了第一排的 VIP 票，邀请他亲自去现场听自己的相声。
舞台上徐红瞅着眼前的德云一哥，全然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那个被客人骂得狗血淋头的小胖。就在所有人鼓掌叫好时，岳云鹏请出了徐红，对全场观众说，这是我的恩人，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人，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郭德纲曾说过，如今说相声的同龄人中没人红得过小岳岳，而这背后的原因除了他肯吃苦会创作和他质朴的心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德云社风雨飘摇时，使他义无反顾地待在恩师身边，即使面对漫天的辱骂也从不动摇。跟媳妇儿说，你说我现在台上挺火了，这个高峰老师没我火，凭什么他在我后头呢？啊，万幸的是这个岳云鹏赶上一好媳妇儿，扬手给了一嘴巴，你疯了尿死啊，傻了。小月月的眼圈突然就红了，一旁的助理赶忙递来纸巾。原来就在四个月前，小月月淳朴善良的父亲走了，老人家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儿子上春晚，为此小月月一直在努力，可谁料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春晚倒计时之日，父亲却先一步离开了。那天望着梦寐以求的春晚舞台，父亲的音容笑貌不由得浮现在脑海中，霎时间泪水便夺眶涌出。他就是13年夏天去世。 嗯，他没看到我上春晚。我上春晚就是14年嘛。其实这挺遗憾的，就是其实差了没多少时间。对，就是几个月。其实早在德国站演出时，小月月就已经经历过这份痛苦。那天夜里，岳云鹏照常来到舞台上，就在其不停地嘲讽甩包袱时，观众们惊讶地发现，一向活泼爱自嘲的孙越居然蔫了，甚至从头到尾都黑着脸。表演结束后，郭德纲走了上来，向大家道出了真相。然后就在昨天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岳云鹏的父亲昨天去世了。其实昨天开始，后台的所有演员都在一直劝岳云鹏啊。当时我也说了，反正这个虽然说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但搁在谁身上也是一个很难受的事儿。前两天我还问你父亲怎么样，不是特别的好啊，就说的话是心里就很难过。昨天就突然有了这么一个消息，我说反正你要说走的话，我们随时就可以把机票买好了，然后去安排一切事啊。但是岳云鹏想了又想，最后决定好好留下来。那么这行有句话啊，叫戏比天大，卖了票了，得对观众负责。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孩子。此话一出，全场观众自发起立鼓掌。但与此同时，也有人质疑小月月的小心，你爹都去世了还有心思说相声。就在舆论漩涡一波接一波的打来时，小月月接受了采访，他眼含泪水激动道，哪怕有一个观众是冲别人跑过来的，今天这个场我也得上，今天我也不能感谢。上场之前我一直在调整情绪，我一直在想，我说观众肯定是无辜的，你买票来看，你要看你开心的一面。我希望我父亲在天之灵能够理解我。正如小月月所言，相声是一门传统曲艺，虽然内容可以创新，但规矩不能乱，戏比天大是他们从艺的准则。2017年，为了怀念父亲，一向不善唱歌的岳云鹏来到录音室，一遍遍的校对，一遍遍的歌唱，终于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单曲《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歌声中包含对父亲的感恩，据说所有的词都是小岳岳亲手谱写的，因为感情真挚，声音动人，一经推出就俘虏了千万人的眼泪，甚至引得许多明星红了眼眶。纵观小岳岳这一路，被人骂过，被人撵过，当众裹着包袱如丧家之犬，寒冷的冬夜一个人漂流在北京，没脸见爹娘，吃了上顿愁下顿，可正是凭借着一副善良肯吃苦的性格，得到了郭德纲的垂青，从此扶摇直上，成为了亿万人追捧的相声大腕。如果换作是你，你能坚持下去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说出自己的看法。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